的，因为我现在正在打造一个高科技的战甲，不是钢铁。OK， 因为我现在很快就要进入队了，我要先有一方面的东西出来，带热血。对，给大家一些感动。然后主办是君君，对，那他的活动我们来这边，我要先感动一下。那是男生，君君来吧。有两个军训 ，OK OK。啊，最那个段时间，所以有机会会参加反毒大使，如果有机会。对啊，对，他一直都是健康第一啦，但是大家对他的误解之后会慢慢的更新。他是运动为主，比如说训练、健美，战术的东西我现在是一个面练，有可惜。然后哎，还有帮我科技业的东西拿上，科技业最近有一些大订单，尤其在一些机关单位的订单，然后大家先赶快把这个事情解决，生活就可以很开心。他目前呢在研发这些东西呢，就是我在帮他规划朝向一些实用上的生活上的东西。哦，对，还有一个东西，你觉得我现在正在打造一个高科技的战甲，不是钢铁。OK， 因为我现在很快就要进入队了，我要先有一方面的动力的发展出来。